云南冬天，一个小山腰上，它还没有到山顶。这个台阶我感觉240到260之间。看这个蒙自市，整个市区的风景了。我现在在第80台阶，每个台阶都很高，81、82、83、84、85。180台阶了。这些是功德牌坊，很多人捐了钱修筑这个。金塔接受金塔金光灿灿的阳光下，本来这个地方特别适合俯瞰这个蒙自市，整个蒙自市，但因为现在很神奇哈，冬天1月17号，说错了，冬天1月17号。哦，这里是后来修的一个财神殿，现在还关着门。哇，看这植物，哇，这是什么品种呢？这么大的叶子，看我手这么大，它这么大的叶子，是多肉吗？哇，这个茂盛，你看，而且长得全像莲花一样。就佛门的寓意，就是佛门是那个净土，然后这里净土自然会长出各种各样的青莲，然后它这里摘的很多这种植物，即使是多肉哈，因为多肉它好像可以一年四季长，莲花荷花的话可能夏季会长得好，然后就枯萎了，所以用这种来代替莲花，非常 creative， 非常创造性，而且非常适宜。